评论区里面评论沙滩金金毛的粉丝特别的多，今天咱们帮粉丝选一窝，来他产房看一看。哟，我的个天哪！看看这边一窝双血统的拉布拉多，咱们打开来看一看。老狗还是很温顺的啊，虽然我是第一次见它，看看这种奶白色的拉布拉多，包括你看养殖场里面的饲养环境也是非常干净啊，他家照顾小狗照顾挺仔细的，浑身奶白色啊，你看小腿蹬外的，就是我感觉月份还有点小，耳朵还有这个头板都是相当到位，如果这个狗再过个半个月左右，应该是相当漂亮。来，咱们看看这边。有一窝德国牧羊犬，给大家看一看。哎，老狗去哪里了呢？怎么光靠他们自己了？哎，还有好吃的呢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哎，给他吃的，这是标准的东北德国牧羊犬，赛级的，不是那一种肉嘴的。这一只耳朵已经立起来了，看样子还有点小，一个礼拜以后应该可以出笼了。非常的可爱啊，我的天哪，这公母都有，你看这小耳朵竖着，这一只有点差，这一只有点中长毛，它不像短毛的，因为赛级的全都是短毛狗。走吧，咱们来看一看咱们的金毛。哎呦，这边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，我感觉这一窝有点小呀，来看一看沙滩金，来抱一只比较胖一点，沙滩金大头板，骨架也非常的粗，我感觉月份有点小，不对呀、啊，走吧，咱去另一个产房看一看，可能这一窝不是我们要的，不过这个小狗的品相还是可以的啊，非常的 OK。这个是小狗的妈妈，它有这个胸毛，双血统和普通的不一样点，它的胸毛会更长一点。走吧，咱们去另一个产房看看咱们的主角。已经来到他第二个产房了，咱们来看一看啊，这边也有一窝拉布拉多，哎，还有那个大麦丁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斑点犬。今天咱们的主角来，老板正在打扫卫生呢，啊，我来进来看，今天这几个，哎呀，才是我们今天的主角，我的天哪，找你们找的好辛苦呀，第一个笼子居然没找到它，这好漂亮呀。这挺肥的啊，公母都有，双血统的吧，老板这是啊，双血统的大头板，咱们把它抱出来看一看吧，在这里面可能看得不太清楚，把这五只全部抱出去看。来，这边小狗我们已经抱出来了，给大家看一看啊，双血统的沙滩金，到后期以后啊，它脚上的这个毛都非常的长，还有胸部的毛都非常的长，头板是非常的又圆又大，然后颜色是这种浅沙滩金色，哇，我的天哪，这几个家伙太可爱了啊！大概有不到10斤左右吧，打过两次疫苗，一次驱虫，这小狗实在太哇塞了啊！今天咱们给粉丝淘的双血统沙滩金金毛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欢迎评论区留言啊！